刚下飞机，肚子肯定饿了。来，三姐妹都趁热吃。哎呀，芬姨，我不饿，我不饿，我在飞机上吃了好多呢。你尝一尝。你坐下陪我聊聊嘛。那你待会儿饿了再吃。好。小夏，嗯，一年了吧？上哪儿去了？连个电话也没有，阿姨担心死了。嗯，对不起啊，芬姨，我这一年心情不太好，所以一年什么工作都没有做，走了23个国家。天哪！哎，出去散散心好。哎，这现在年轻人真是。爱到哪儿到哪儿，不像我们这辈人就守着这个弄堂过了。哎呀，芬姨，你说吧，你想去哪个国家？你想去哪儿，我都带你去。别别别，我一句外国话不会说，到哪儿建筑啊，什么教堂我也看不懂，因为我只会说一个 hello 啊，拜拜啊，米西米西吧。还是看着我这个弄堂好，你有我就行了嘛。我还是喜欢这个弄堂，芬姨。其实一年不见，我挺想您的。一个人会不会很孤单呢？过得特别好。今年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。我台湾的大侄子啊，从台湾过来了，在这里有个大公司，给他弄的豪华公寓，不去住，非要跟我一块住。哎呀，这个侄子真是孝顺的呀，对我好的是没有话讲。这一年我过得是特别开心。小夏，嗯，你今天来。我一定要跟你说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阿姨要跟你说媒。说，哎，这个就不用了。听我说，我大侄子呢是个公司的总经理，单身，没有女朋友。你这个明星是不是也没有男朋友？你那么好的姑娘，跟我那么好的大侄子的，你们俩在一块儿真是没得说了。我拿照片给你看看。看看配不配？哎，芬姨，真的不用了。哎呀，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我看你喜欢不喜欢，你看着再说。我跟他说了，今天两个人一块吃饭见个面，他都同意了。后来又说什么到什么山上去等一个朋友。他真的这么说吗？是啊。我说怎么到山上去？哎呀，城里人现在谁到山上等朋友？我出去一下。等到你了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现在，你相信缘分了吧？我相信我是上天派来的天使。所以，你要守护我。一辈子。